有人能猜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？乍一看好像是一个收纳箱，其实呢它还是一台小推车，一转眼呢又能变成一张桌子。它就是集超多功能于一身的随时移动餐厅，来自国内的露营炊具厂牌火风。首先它的收纳性非常好，它里面还有一个保温包，可以放一些食材，其余的空间可以放一些锅碗瓢盆、燃料器罐，干净又卫生。盖子上面你也可以插一些勺子、筷子，然后还有一个菜板在这里，你在户外做饭要用到的东西全都可以装进去。你还可以把你的很多装备，比如说像帐篷啊、天幕、桌椅等等放在它的上面，用两根小绑带呢就可以把它们固定起来，底部呢有个越野轮，把手一打开就可以变成小推车模式。到达营地之后，你只需要把它桌腿安装上去，再把折叠桌板打开，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实用的餐桌，顶部可以用来野炊或者吃饭，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收纳的空间，另一边也有网兜可以进行收纳，侧边还有一个悬挂置物的小边框，还搭配了一根小灯架，收纳性和可玩性非常的高。你还可以加配它的桌腿和桌板啊，给它进行无限的 DIY， 想怎么玩都可以。总的来讲呢，火风不愧是深耕户外20多年的国货老厂牌，一个装备可以顶4个装备来使用，我举双手双脚推荐给大家。